已经很厉害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没关系。 我先送你过去。你一个人注意安全。我先走了。嗯。 写的怎么样啊？ 我休息一会儿，跟我一起买东西。我再自己练会儿吧。好。蓝天野，你刚去哪儿了？要你管。 别那么小气嘛！你出去买吃的啦，分我一点。有可乐吗？没有。手套？给我的吗？你什么时候买的呀？刚才吗？哪儿买的呀？这款式好幼稚啊！吴丹丹。啊？闭嘴。 我们一人一个，谢谢你啊，好暖和。哎，让开！ 我来吧。好痛。不会滑冰还勉强。你会你也不教我。阿泽不是教你了吗？那就是我笨，学不会了。你干嘛？没什么。要不我在这边等你们吧。 林天野，妈，我想喝奶茶。喝什么样的呀？你扶我过去看看呗。朱灿灿，别得寸进尺啊。这个奶茶太好喝了。傻不傻？真的特别好喝，不像学校门口那种用香精冲泡出来的，特别正宗。 不知道阿泽他们在干嘛？阿泽真的很厉害，滑冰也滑得那么好，十项全能吧？他是，成绩好，体育好，就没有他不会的。废话怎么这么多呢？喝个奶茶都堵不住你的嘴。
扣子。哎，给我看看。哇，周杰伦的演唱会。还给我。哎哎哎哎。啊。哎，小明，过来。哥哥用这个奶茶换你这张纸，好不好？要不然这个姐姐哭起来很烦人哎。我才不会哭。我。我不要了。想去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要不要一起去？真的。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假的。灿灿，这么多复习书，你看得完吗？下周要期中考啊，逃得过摸底考，逃不过期中考，怎么大学还有这么多考试啊？还要算学分，本来我就是侥幸才考上这儿的。要一起复习吗？我大学语文没怎么听，灿灿，拜托你了。其实我也没怎么听。那正好，一起复习。最近降温，小心别感冒了。阿泽，不用。唱着吧。我们不是说好了期末考之前要一起复习的吗？走吧。藏什么呢？没什么。老师交代是谁的呀？说不说？说不说？说不说？说。是阿泽的。林嘉泽。嘘，轻一点。真看不出来，林嘉泽近水楼台先得月啊！这么多年，总算把你拿下了。是守得云开见月明。哎呀，不是，管他呢。我觉得你上大学啊，他对你很不一样哎，他肯定是喜欢你，想追你。你别乱说。我有没有乱说？你心里不清楚。但是。但是什么？你要抓住机会。如果他真的像你说的那样，那样的话，那我之前给他表白的时候，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也许没看见呢。肯定是没看见。你那情书往那课外书里那么一塞，谁看得见啊？是吗？是不是？你自己问问他不就知道了。哎，你怎么抢位置啊？先来后到，懂不懂？女士优先，懂不懂？嘿，你什么你？重新找个电脑不就好了？能不能不要一直在后面盯着人家聊天呢？啊，那边有空位，赶紧去。
宋子。阿泽，谢谢你。阿泽，林嘉泽。我上次给你的信你收到了吗？抱歉。啊，没事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没有感冒吧？啊。对了，你刚想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啊，我下午还有体育选修课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阿泽怎么可能会喜欢我？他不说出来，肯定是不想彼此尴尬。不过也好，这样还可以继续做朋友。网管，怎么了？电脑坏了。换来机子吧。喂，哎，你也玩这个游戏啊？干嘛？跟你商量个事儿，我们换下座位吧。我干嘛跟你换位置啊？哎，你看那边，全是连内网打游戏的，我这一上网查个资料，他们都得掉线。真的假的？那你干嘛坐那边啊？刚才不是没座位吗？而且那边网特别快。哎，快点，别墨迹了。行行行，换。同学，咱们是不是在哪见过呀？我看你有点眼熟。朋友，21世纪了。能换句台词吗？想要我的联系方式你就直说，看在你够换座位的份上 ，QQ 号可以给你。大姐，你别自恋了行吗？谁要你 QQ 号啊？喊谁大姐呢？喂，网吧呢？忘带宿舍钥匙了，好吧，那你等我，我一会儿到。嘿，哥们儿，这键盘坏了，换台机子吧。键盘坏了。你在哪儿啊？喂，怎么了？感冒了。发烧了吗？那你吃药了吗？没。是傻吗？生病了不吃药啊？我现在没有力气跟你吵。等着。阿姨，我上去送个东西，马上就下来。不行，你哪个学院的？那阿姨，您能帮我把这个送给218的苏灿灿吗？他生病了。把你的学生证拿出来看看。蓝天宇。灿灿，你好点了吗？吃点药吧。
谢谢。是蓝天让我带给你的。老板，来份豆花。是你？这豆花可是最后一碗了。我要甜的。我要咸的。我先来的。我先给钱的。老板，先来后到，豆花是不是应该先给我？应该给你。哎呦，做错了，这碗做成咸的了。老板，我要咸的，给我。拜拜。